师傅，何时才能水满？修成正果，怎能及得？你们这样日日观看，未成佛而成佛，则修佛不专。只要无杂念，专一修行，功道自然成，成在无意之中，懂了吗？妙善，妙善，你看谁来了？妹妹，姐姐，妹妹，告诉你个消息，白雀寺修好了，父王给他重新改名为金光寺了。我们是特意来给你报信儿的，妹妹何时去看看呀？是啊，你们徒步上山，累成这样，我们到外面坐下，慢慢讲。好的，妹妹。走吧。那。我去弄点水来。嗯，好吧。哎呀，糟了，我把水冲翻了，这要是师傅知道，哎，不行，龙女天天要看呢，怎么办呢？有办法了。父王，王后可好？父王母后回去天天不忘念经拜佛，我们天天坚持吃斋饭。善财，善财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。喂，我洗手。山茶放哪儿了？我。哎呀，你快拿出来嘛！我要为公主沏茶去呢。行。哎，走。玄真师太，可请回白雀寺做主持。是的，父王让他做了金光寺的主持。前些日子我们还去过呢。玄真师太讲，他盼你早早的去金光寺呢。师父，净瓶的水满了，而且柳枝也生根了，拔都拔不出来。哦，难道佛缘已到？我去看看。你看，来啊，师父，你看。我昨夜入定，忽见心上白莲开放，原是预兆，看来如今沉劫已满，是正道的时候了。龙女，善财，快去告知父母及乡亲，我明日便离大香山净土，去金光寺圆寂成道。师父，我错了，刚才是我把净瓶撞倒，水流出来了，怕师父指责，也怕师父伤心，便到溪水边将水灌满了。善财，柳枝却已生根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万事有因，你帮了个忙，证明天意虽有，勿忘事在人为。此行大事，臣节已满，今日圆寂，返回天界，尔等准备迎候。
龙女、善财，你二人先行一步，我随后便来。但凡间苦难众多，我已向佛祖禀示，决意在凡间选一毅然清净所在，前往坐台正果。南海普陀珞珈山已为我落下莲台，我这就去观自在了。妙善，你修成正果，今后怎么称呼法号？佛祖封为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广大灵感，观世音菩萨。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你这善财，今日为何不叫师父正经叫起我的法号？这位自称沙婆陀的僧人要拜见师父，可不知观音菩萨在哪儿，我带他来见你。高僧从何而来，往何而去，为何来见我？贫僧是西方佛国之人，到了东土中原，本想将佛穿井。你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到中原，实属不易。不知中原情形如何，传经讲佛是否成功？中原这几年战乱不断，人心险恶，你争我斗，实在罪孽深重，没人知道佛教。我到处讲佛，但他们说我是怪教，把我当作怪人。我苦口婆心劝人信佛行善，他们听不懂我的话，不理睬我，还到处赶我走。哎有话好好讲，不要打人，
这会伤人的，伤了和气。是啊，我说你哪来的秃驴啊？我们打架碍你什么事啊？啊，你们怎么这么讲？我劝你们又好，你还打他，他打你不好。啊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打他不好，打你，打，打你，打你他妈！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不要打我，我是川京江佛之人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别打，别打了，打吧，打呀！玉趸，玉趸。真是愚钝，中原之地的人怎么会如此的难以教化？阿弥陀佛！来了来了！娘，我买菜花裤头吧。什么买？我看看，大爷买这个花裤头了。啊，这位客，您是来住店的啊？哎，你怎么这副打扮？您的头发呢？哦，不要气管，我是西方天竺国的僧人，所以才这样的打扮。僧人？不懂。哎，什么叫僧人呢？僧人就是江佛的师父。江佛？不明白，哎，你到我们河南来干什么？我来给你们江佛传经。江佛传经？不明白，不明白。哎，你不明白啊？你是越说我越糊涂。你们怎么什么也不懂，佛也不懂，什么都不懂？怪不得这里的人那么愚蠢。哎呀，懂不懂的要什么紧呐？你真是个笨人呐！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呀？他掏钱住店，咱们的收钱留客，哟，哟，这个人长得好怪好怪啊！我就喜欢长得怪的人。是是是，来来来，你住我的店吧，保你吃好睡好，到时候你可别不想走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不能误离。我是出家人，请施主尊重。哟，看不出来啊，你长得这副模样还是个圣人呢哈，这么一本正经的。好吧，既然是出了家门的人在外住店，那么好吧，掏钱吧。什么施主干主的，我是店主。我不住这里了，不住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脚踩在我的店门里了，不住也得住。对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想赖账啊？哦，你想住就住，你不想住就不住了。你拿我这儿当什么了啊？可我没有说住。可是你的脚踩在我店铺的地皮上了。啊，不想住店，那你跑到我店里来干什么？想偷想抢啊？哎，武器兄弟。哎，我说啊，哎，你这个秃驴，跑这儿闹什么事儿啊？啊！我不想住他店，可他硬要我住他店。哎，嗨，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呀？啊，让你住店有什么不对呀？再说了，那人家说的也有理呀。你踩了人家店铺的地皮，那就得住店，不然呢，我抓你见官。走，就是，进来吧，是吧？来吧，来吧，走。其他的都是些没用的，都让我扔到河里了。哦，好了，快进屋吧。啊，盗贼，太可怕了！罪过，罪过。我得去看看，如果是盗贼，
这个地方得赶快离开。哎呀，还是你有眼力呀，我倒没看出来那家伙有这么多好东西。嘿，我贾三儿什么时候看错过人呐？谁是过路财神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看你能的，没有我娘家哥你有这么大胆，别说十条命了，就是一条你也早见阎王了。哎，我也没亏了他呀。哎，你以为他全是为了你呀？他还不是冲着这个，这个明天给他送过去。你的大方，这些还不够啊。哎，你看今日这些宴客中还有没有有点油水的啊？那个秃头的怪相人不像个有钱的，你没见？哎，你没看他今天掏钱的时候那是多么的艰难。哎，东屋那个人可能有钱。哎，是吗？快去看看。哎，等等。哎，明人的药再多放些。哎呀，放多少我心里有数。哎，行行行，他们要谋财害命，佛门弟子怎能不管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客家该起床了，免得耽搁了上路的时辰。小生早已起来正在收拾呢，马上就准备上路。哎呀，空腹怎么能赶路呢？你在这儿坐一会儿，我为你做些饭食，吃完了再赶路也不迟啊。谢谢，谢谢店主。哎，你先坐着啊。先喝杯茶，我给你准备饭菜。多谢。不能喝，不能喝，不能喝！你这人怎么能这样无理？这里面药，药！你这秃驴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药，药，药什么呀你？哦，你是不是嫌我给他端茶了，没给你端呢？你要药茶，你说话呀！我会给你端的，你要人家的干什么呀？你看杯子打破了吧？赔，你得赔。你得赔赔。罪过罪过，佛知道。罪罪罪，他醉了，连他自己都醉醉的承认了。哎，你捣什么乱？你喝醉了吧？你撒什么酒疯啊？啊，你撒什么酒疯？干嘛？哼，甭问，又是你啊，在这儿捣乱。哎，你看看，他打碎了我的茶碗。好啊你呀、啊，在此闹事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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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然我抓你到县衙见官。见官？好，我去见官告他。啊，罪过罪过。谁罪啊？他罪，他罪，佛知道，佛，佛。这个秃驴好像知道茶里面有。哎呀，你别说别的，昨天收获怎么样？哎呀，早就给你包好了，过会儿来拿。你说这人怎么办？哎呀，这儿啊有我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万一到了县衙他说出来怎么办？哎呀，你没听见啊，他连句整话都说不好，好对付。
禀报大人，小的今天抓到了一个喝醉了的怪物，秃头没头发，身穿一身怪服，满嘴里是胡说八道，说自己没醉，别人醉了。这全县的百姓啊，怕得很，要是不赶走他呀，这百姓恐怕那……带上来，我倒要看看还有不长头发的怪物。是，走，来，你给我跪下，大人。哎，你是何方来的怪物？我不是怪物，我是降佛串警，佛门弟子，佛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佛？你佛什么？你知罪吗？我没罪，而是那个女人有罪。啊，看来还是和一个女人喝的酒。哎，还说没醉，醉的都胡说八道了。喝醉的人说没有醉就是醉了。来人呐，给我打他20大板，来给他醒醒酒，然后押出本县。看着，不，我有事，我告你。怎么还想告我？来呀，再加20，给我打40大板。是。快，下次再敢踏进这里一步，再敢胡说八道，那可不是挨膀子的事儿，我非让你脑袋搬家。对，走，就是，走，搬家，让他搬家，把他脑袋搬家。是。佛祖，弟子被赶出中原，我该怎么办？沙巴陀，你虽静修多年，但道行还不深，我早料到此去会徒劳无功，才极力劝阻你。但见你意志坚定，也是为宣扬佛法，才愿冒险去华夏开化中原之地，所以也就让你去碰一碰。你西归之途，路经南海，在普陀山，你先见过观世音菩萨。就是这样，我倒没什么，可怜这些芸芸众生，末劫当头，还执迷不悟，万望观音菩萨大发慈悲，感化众生。善哉善哉，这次东行碰壁，乃因功行未深，语言障碍所致。高僧可放心暂归西土，待深修佛法之后再来东土。我本宗旨使世人大彻大悟，共登彼岸，立愿寻声救苦。既然知道中原如此情景，哪能等闲视之？贫僧这就放心了。阿弥陀佛。龙女善财，我这就去中原洛阳，你俩好好在此等候，有事我会唤你们的。是，师父。
相公，该歇息了。哎，我哪睡得着啊？想我刘德，十年寒窗苦读，却是屡试不中。我这口气，又怎么能咽得下去？谁让咱祖上官府无人，先要考取功名，哪看文章啊？还不得买通官路。咱家又无钱，屡试不中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了。我偏要凭我自己的真才实学考上不可。你太倔强了，真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娘子，你嫁与我刘德，实际在含辛茹苦，我却不能让你满意，你不怪我吧？奴家只求相公为人忠厚，从不奢望什么荣华富贵。相公只管努力读书，能否求取功名，奴家绝不怨你。你真是贤妻啊！朝中无人难做官，我怕是要考一辈子了。那奴家就陪你一辈子。天色已晚，相公还是早早安歇吧。哎，哎呦，乖，来，哦，多吃点啊，哎，多吃，哎，来吃点菜。我饿，饿你吃啊。这不有吗？吃，来来来，再吃点饭啊！哎呀，去，是你吃的吗？不许吃那个，这不是放着呢。哎，哭什么？哭什么？我饿，我要吃白面。饿了吃啊！那不有菜饽饽吗？给你吃你不吃？哎呀，也不能光给他吃这些，也得给他点馒头吃嘛。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啊，你过来。啊，你吃，给你吃吃吃吃，哎，吃，你吃啊，饿死鬼，你吃啊！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烦死人，到奶奶睡觉去，走走走。这死鬼！奶奶，我要亲娘。别哭了，你娘死得早，可怜的孩子，谁想到当后娘的就这么狠呢？奶奶，你吃了吗？人老了，牙掉了，这么硬的东西哪吃得动啊？没想到苦了自己一辈子，把你爹给拉扯大了，到头来，人老了，这就这样对待咱们。奶奶。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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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起来。哎，哎，我刚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一个白衣女子，称是南海观世音菩萨，说能救苦救难，说是还要来帮助我们。哎，相公，你做的梦和我做的一样啊。莫非是这个菩萨？见我屡试不中，托梦给我，要来帮我。真有这样的菩萨吗？是啊。快睡吧。哦，好。刚才那个客人，他有钱，这回啊，我告诉你。
准是个大树啊！谢天谢地。哎，我说，你瞎些什么呀？没有我贾三儿，没我弄了这三粒迷魂药，谢谁也没用。哼，你当我真谢呀？哎，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。我现在呀，就谢我自己。没我呀，你早就陷进去了。就你那凶神恶煞的样子，谁敢住你的店呢？谁敢喝你的茶呀？可我就这么微微一笑，不放药，我也早就让他们迷糊了，乖乖的把茶给喝下去。要不然我怎么会娶你呢？我就是看中你有这个本事。应该说呀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嫁给你呢？我呀，就是看上你这点能耐了。哎，睡觉，明早上看你的，去，然后啊，看我的啊。我乃南海观世音菩萨，前来此地宣扬佛法，讲佛传经，拯救受苦受难之人，惩治黑心作恶之徒，现前来警示，如有悔改之意，愿弃恶从善，明日专心石桥下等候，否则厄运难逃，须知佛法无边。谁？谁？谁？谁啊！你看见了？啊！你也看见了？哎呀，这人好威严呐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这是梦还是真的？你听那人。他说什么了？说他是惩治黑心作恶之徒，让明日等着他，要不然厄运难逃啊。那就不是梦。我也听到他说这些话了。啊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哎呀，要不然明天我们就等他吧，要不然要大祸临头。啊。也许是咱做贼心虚啊。哎，等我想一想再说吧。啊，睡吧，睡吧。啊，睡啊。怎么睡得着啊？我害怕。怎么办呢？走，哎，走到那儿。啊，走。哎，什么人？